它有这个 IQ Light 的配备，再来是它有一个贯穿灯条。对，这贯穿灯条有一点，前脸就很明显。也只有 iSight 它是用摄影机，因为它这个比较模仿去模拟我们人类的视角，所以我可以看得更远，看得更广，我的反应更多精彩内容，锁定晚上10点《地球黄金线》。